部影片。虱目鱼将在机器里搅拌，养殖虱目鱼在台南学甲和北门等地区赫赫有名。大台南地区的虱目鱼养殖面积和产量高居全台之冠，将在520国宴菜色里占有一席之地。要让外宾惊艳的还有东山咖啡。台湾的一礼拜哦，来啉一遍，啊，享受这些咖啡哦，这内底果酸甲啥样拢足有。精品级咖啡一煮，散发独特香气，尝得到果酸和花香绽放。尾韵厚实回甘，饱满鲜红的咖啡树果实被誉为山间红钻。日治时期是献给天王的贡品。感觉足欢喜，因为吼，啊，说实话，东山这咖啡哦，非常多，啊，品质嘛非常好，啊，所以吼，总统啊，一定来选择，阮大家拢足欢喜就对了，哦，来到行销阮东山的咖啡。这一次呢，东山咖啡哈，能够上国宴。那象征东山咖啡也已经踏上了国际的舞台。农会低调证实东山咖啡进入国宴名单，不排除就是餐后的压轴饮品，菜色拼图又多一块。会场的布置也选台南生产的台湾之光。兰花是我们台南的一个蝴蝶兰的产业聚落，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国宴上我们看得到台南的兰花。后壁蝴蝶兰闻名，国际兰展更是爱花人的盛事。曾经在展场曝光过的国旗蝴蝶兰，运用奈米科技在蝴蝶兰的花瓣上印着各个国家国旗。国宴会场用蝴蝶兰点缀，把台湾的生科实力推向国际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翁玉文 SNG 小组台南报道。